你好，你好，感觉特别神秘，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这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个房间。哇，你好，我是叶祖清。你好，我是张艺兴。你好，你好，我是罗西。你好，我是张艺兴。是不是 EXO 里面的男团成员？对，我是湖南长沙人。欢迎你加入我们星星的密室，跟我们一起成为我们的战友。啊，谢谢，我的荣幸。Hello。哇，你好。外国人。嗨，我是小鱼。哇，中文说的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真的是外国人吗？我是外国人。可是你的中文怎么说那么好？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吧？啊，好了好了好了。哇，我是 Mr. Key。嗨，你好，你好，张艺兴。嗨，请看你的题目。计时开始。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好像一个眼字。眼吗？什么跟水有关系吗？啊，一波三折。正确。哇，你好厉害！单纯的张艺兴，大智若愚。范冰冰，正确。其实非常聪明。计时开始。啊，我没走，啊，我没走。正确。一中一白，我是跟你打战的。时间到，张艺兴，请继续作答。啊！百年树人。正确。因为鲁迅原名是周树人嘛。对对对对，我跟他说百年玉人，所以百年一百年就只能是百年树人了。啊！你我你我的一片真心，你哎什么歌？爱你就等于爱自己，爱你就像爱自己。啊，正确。郭晓东，根据宋城县官主的决定，请准备回答问题。如果答对问题，你将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你将直接出局。请看你的题目。一本日历连续撕掉四张的日期相加等于38，请问第一个日期是多少？计时开始。九，错误。8888888，正确。呜，谁帮我的？张艺兴。张艺兴。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恭喜郭晓东直接晋级。谢谢关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张艺兴，你帮了我。耶耶，请回到中转间。我晋级了。我赢得非常不光彩，但是我进下一集我要好好表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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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第一感觉是非常的冷，非常的冷。然后我觉得就是旁边的娜扎，如果不赶快逃出去的话，他会感冒的。怎么感觉他们在？他们是怎么开的吗？是怎么？娜扎都是英文。英文啊？有 LE 啊什么的。第一关可能就是时间有点久了，但是我能看出来他也特别努力的想找正向。正。这个是正，这个是向。对啊，这是什么？二五二幺八七零，快快快！哇哦，太好了，21870，21870。哦，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是应该是接这个的，这是什么？这是卡片，这要看。哎，钥匙。哦。钥匙是哪里的？钥匙的应该是试一下是不是这里。对对对对对，这里的这里的。哎，拿出恐龙蛋密码就在其中。这个就是肯定是这里的了。你已经把这个开了是吗？对对对对对。哇！来吧。哎，谢谢你哇，好绅士。哦，那一会儿不然会怎么样啊？두분은이번밀실에서실패를했습니다。所以要淘汰一位是吧？어떠세요소감각자한번소감을我没有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钥匙，胜不胜利不重要，而且开心是最重要的。为了让哥哥更加能够快速的理解我，我用韩文跟哥哥说。한국어로말씀하시겠어요일단팀만들기전에더내가이팀지켜야된다라는생각굉장히셌어요그러니까지켜야돼요
빨리하고도여자분이옷많이안입어서빨리빨리탈출해야감기도안걸릴수있고그냥그렇게생각굉장히많이했어요근데또어떻게보면또이팀같이오락할수있었으면좋겠다는생각인데근데지금이상황과여기까지오니까많이미안하고많이창피하다고도생각해요남자인데지켜주지못해서너무나두분물론도전에실패했지만두분다그마음이너무나보기좋습니다하지만뭐대결은대결이니까관주로서중에한분은제가탈락을시키겠습니다我真的有点拖后腿淘汰我吧사실뭐아까봤을때정한느낀거는아무래도레이씨가초반에는조금은당황하는일도많이있었지만또여자분을아끼고또뭔가가이렇게좀더적극적인나중에후반부에는그런모습을보여줬어서저는다음레이씨를도전할수있는기회를레이씨한테드리겠습니다恭喜郭晓东请选择你的攻击对象我能放弃吗请选择你的攻击对象还会从男孩子先看攻击那已经对不起了请选择绳索颜色 OK 绿色答题继续请握住抢答器请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张艺兴请选择你的攻击对象我吧还有五个呢哥哥就拽一个哎呦我怕你知道吗没事没事让我拽让我拽我有经验了没事来吧好小东哥颜色哪个你选吧对我上一次是拉着哪个掉下去红色你确定是红色吗郭晓东的绿色绳索请直不会吧不会行哦没事没事太好了叶祖欣请回答 A 白色你确定吗我确定怎么可能会黑色呢白色请看正确答案你想看回答太阳青黄绿青蓝紫汇在一起光请选择攻击对象如果选择张艺兴的话他就只有50%他掉下去了随便小东吧咱们游戏继续男人战争嘛到最后请选择绳索颜色颜色就挑给他自己去选择吧绿色郭晓东的绿色绳索请执行好吧重生一次好好玩了你什么心理素质呀请注意吴君如关主启动了红牛星能量时间哎呀雷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你有一半的机会会掉下来是的因为你实在太可爱了所以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吧下面这道题一旦答对将直接胜出但如果答错他将拉下自己的一根线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你想要吗 Mr. Key 出题吧恭喜张艺兴根据关主吴君如的决定你可以直接回答这道机会题 OK 答对直接晋级答错将拉断自己的绳索请仔细看你的题目这道题将考验你的视觉瞬间记忆计时开始没有
出现的明星名字是 A 范冰冰， B 李冰冰，请回答。 B 李冰冰。我怎么感觉我看到李冰冰了呢？范少数服从多数，我相信两个人的眼睛总比一个人的亮。 A 吧。哎呀，你确定吗？我其实也偏向李冰冰，但是我也想让哥哥拿冠军，然后帮我这么多。没有，咱们公平的，咱们是公平的，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哇，你不知道我跟顾晓东两个人谁是会走到最后，没所谓。那如果我答对了这个题，我就晋级了呀。对啊，请给我最终答案。我知道不是范冰冰，是李冰冰。我自己过关的话，我觉得我太不够义气了，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放弃这次机会，然后跟他们一样选择一个公平的机会竞争。我选 A 范冰冰。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对不起，答案错误，请拉掉自己的一根绳索。我选红色。你将有一半的几率被淘汰出局。张艺兴的红色绳索，请执行。哇，太厉害了！鼓掌！不是吧？目前赛况播报：张艺兴剩余一根绳索，郭晓东剩余四根绳索，叶祖新剩余五根绳索，抢答继续。下面是一道音频题，请仔细听以下这段音乐。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请问下一句准确的歌词是什么？A 这份深情永远难了， B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张艺兴请回答。这一份情永远难了。这是他的擅长。对，是的是的。请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这一份情永远，请选择攻击对象。小东本来就比我少一根，然后我多一根，那让我少一根，然后才会有男人之间的那种角斗，才是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如果说我第一根我就掉下去了，那我下次还来。让叶祖新哥拉一条吧。好，颜色随叶祖新哥选择。请选择绳索颜色。绿色。叶祖新的绿色绳索，请执行。哦，真的，这一次是好痛苦啊。哦，抢答继续。下面是一道视频题，题目中画面会不断变化，请在图案变化过程中抢答，并告诉我画面中是什么动物。张艺兴请回答。北极熊。请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又到你选择的时候了。两位前辈哥哥，石头剪刀布，然后我选择一位吧。好吧，剪刀石头布。赢的。赢了，我赢了。请选择绳索颜色。随哥哥喜欢。叶祖新的黄色绳索。二三四。我真的这一根个绳子，我的天哪！来了，接着战斗。抢答继续，请听题：海洋中的乌贼又被称为什么？A 章鱼， B 墨鱼。
叶祖新，请回答。 A 肯定是不是，那肯定是 B， 请看正确答案。哇、wow、回答正确，请选择攻击对象。选我吧，来，小东，给他机会。小东，红色，上期我红色掉下去的，跟我想的一样。郭晓东的红色绳索，请执行。确实没想到没能坚持到最后，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剧组能够给我第二次机会，能够继续参加这个战斗，我期待着。恭喜叶祖新、张艺兴顺利通过失重密室，请回到中转间等待终极考验。我觉得特抱歉，特别的不可思议，因为我只剩一根了。你命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其实知道，后来好像是知道那个是李冰冰。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故意的。来，我们会结婚了。哎呀！很平凡的我，却有着光亮，是你们为我点着灯，起航，挥洒的汗水。